那对美国人处理要有这技巧，就说我们怎么能够用他的优势，来能够帮福耀做事情。在美国呢，我为什么起这事情呢？就美国呢，它这个文化呢，是属于从小是鼓励为主，所以每个美国长的孩子，或者每个美的大人，都是 over confidence 啊，超自信，就是超自信。就这个社会呢，在美国地方呢，捅死人不偿命。你要跟他动手打架的话，你可能会有问题。实际上，中国的话很多都是对的哈，其实人都是顺毛驴，对吧？驴呢，你顺着它弄，没事儿；你一拧它，它一定撂蹶子。这我说话听懂吗？听懂了，OK。这个呢，需要咱们的智慧，就是需要怎么去引导他们，去帮他们，因为你比他强。